杜罗夫1984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年幼时就展现出在电脑编程领域的过人天赋，多次在国际编程赛事中斩获大奖。2006年，杜罗夫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学系毕业，在校期间曾创建多个非商业互联网项目。2007年，杜罗夫和哥哥尼古拉模仿美国社交平台脸书，创建了社交网站 VK， 杜罗夫出任网站首席执行官。在 VK 成立的一年时间内，其用户数量就超过2000万，一举成为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最大的社交网站。2014年，杜罗夫以担心受到俄罗斯政府迫害为由，辞任 VK 首席执行官，出售了其持有的 VK 股份，并离开俄罗斯。目前，杜罗夫拥有俄罗斯、法国、阿联酋、圣基茨和尼维斯等四国国籍。而在2013年，也就是杜罗夫退出 VK 的前一年，他领导开发的另一个社交软件电报正式发布。凭借对使用者信息的严格保密，电报自诞生之日起，其用户数量就迅速增长。2014年达到1500万，2020年突破4亿。截至2024年7月，电报的活跃用户数已突破9.5亿，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。而同样是因其严格的隐私保护，电报也被指沦为各类犯罪活动的避风港。2015年11月，电报移除了近250个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账号，并每天移除近100个极端组织相关账号。另据美国财政部统计，2022年美国银行的支票欺诈案件数量激增84%。电报则被指是所有支票欺诈的来源。此外，色情内容也在电报里泛滥，内容占比一度达到13%。对此，西方多国政府都曾要求电报对其内容展开清理。而尽管饱受争议，电报平台的商业价值仍一路飙升，目前平台估值已突破300亿美元，创始人杜罗夫的个人财富也已超过150亿美元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。